昨天你还说可以救的，不只是可以救你，你说他马上就要得到一个健康的心脏，是这么说的吧？没有宫廷，没有人工心脏，王逸晨现在就成不了任何的手术。 对不起，我当时我想让他死，没有想到还是没有得过这个最坏的结果，是我判断失误。你怎么可以判断失误啊？你是医生，你是他的医生，早知道这样，你还不如不给我们希望。 你让我怎么跟他父母说？啊！你让我怎么跟我女儿说呀？你让我怎么跟伯母说呀？你让我……对不起，董先生，这都是因为我。张百炼。 主任，你让我跟他解释清楚。闭嘴！什么都别说。楚磊，是时候该放手了，该让王学成走了。 关掉这些机器后，他还有多少时间？1分钟。